界青专奖，你要急转弯可以嘛？你要实质参与，就是这一条路嘛。你蔡英文自己也讲，在中华民国宪政架构底下处理两岸关系嘛。那现在看你怎么做啊 ？WHN 只是第一个而已，接下来你怎么做呢？就 ICAO 还有 UMCC 你怎么做呢？两岸关系怎么做呢？蔡英文的挑战只是第一步而已啊。周一到周五，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